捐卵的取卵手术五分钟快速安全迅速。谢谢你愿意等我这么多个月啊，也非常谢谢你的爱心啊，让我有这个机会圆、有个小孩子的梦，谢谢你。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心跳，有彩色的就是有心跳，那第四个的心跳，那如果算心跳的话，第一个